车抓到了霸王龙宝宝，注意安全哦。糟糕，被霸王龙发现了。快停下卡车。木龙要飘走了。看，霸王龙在追。可是它够不着。该怎么办呀，卡车？你们看，是挖掘机过来了。太一，快去拦住木龙。开始推倒树木，加油啊，挖掘机！太一下去锯断树木，挖掘机现在再试试。耶，终于推倒喽。太一，去把木龙捞上岸。伸出挖斗，把木龙捞上来。糟糕，霸王龙过来了。太一，快下去放霸王龙宝宝出来。霸王龙宝宝很害怕。别怕，你妈妈在呢。糟糕，卡车还泡在水里呢。太一，去把卡车拉上来。驾驶挖掘机过去。太一，准备开始吧。勾住车轮，使劲用力。终于拉上岸了。卡车，你没受伤吧？看来他没事。都回家去吧。装载车正在街上巡逻。哦，前面怎么在冒烟？我去看看。停车！糟糕，是房子着火了，让消防车去灭火吧。出发！到达着火点，装载车让一让，消防车要开始灭火了，伸出水枪，开始灭火。水了，火还没灭完呢，得出发去装水。收起水枪，快出发吧。Go。消防车来到了池塘，开始装水吧。伸出水管。哇，水装满了。回去吧，回到了，继续灭火。
火器发回去吧。装载车任务完成，可以离开了。消防车也走喽。消防车今天做得真棒。哇哦，挖掘机他们今天要去建造摩天轮，出发吧。工程车队到达目的地，就在旁边的空地建造摩天轮。挖掘机开始工作喽！倒车，转弯进入空地。挖掘机要来挖一个土坑。哦，土坑挖好了！哇哦，你们看，好大一个土坑！接着是搅拌车去浇灌水泥，出发！在土坑旁停下，开始搅拌水泥。好了，水泥浇灌完成，搅拌车离开，轮到吊车工作了。来到水泥地上，伸出吊钩，吊起支架，在水泥地上安装好。摩天轮的座舱，让运输车拉过去吧。转弯到达目的地，吊车过来啦！伸出吊钩，吊起座舱，后退，把座舱安装到摩天轮上。好啦，再吊起座舱，准备安。座舱安装完成，哇哦，摩天轮转起来了！工程车队太棒了，任务完成喽，返回车库吧。装载车正在路上行驶，哦，有一只蝴蝶。蝴蝶飞走了，不，装载车快停车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糟糕，装载车失去了平衡，它要掉河里了！哦，装载车掉到河里去了。收割机看到了装载车，它想来帮忙。有石头，装载车跳上来。装载车别害怕，我来救你。加油，快一点就要过
吧。OK。不好，前方有一块大石头。哦，喷洒车掉河道里了。还好吗，喷洒车？看，这是谁？救命啊！哦，有人喊救命，装载车赶紧过去看看。装载车，快去救他 ！Let's go！ 一、二、三，跳！装载车伸出轮子，想把喷洒车拉上来。可是装载车够不着，怎么办呢？有了。装载车来试试看能不能够着。哦，装载车快松手。这个办法行不通。哦，对了，喷洒车你别怕，我去找挖掘机帮忙。挖掘机，我需要帮助。
烧干机组装完成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出发吧，降下底盘，甘蔗机出发，五福快跟上吧。到啦，前面就是甘蔗地。甘蔗机，快去收割吧。没问题。甘蔗机开始收割甘蔗喽！巴士在给花朵浇水，挖掘机五福来到河边兜水，小心点哦，五福。上去，搞
还是害怕。五福和秃秃先过去吧。他们过来啦！巴士很安全，放心吧。巴士准备过桥喽。他先小心地伸出轮子试了试，去吧，巴士。哇，安全过来啦！小七想要上船，可是他够不着，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有码头，小七就可以从码头上船啦。看，是工程车队过来啦，准备建造码头。工程车队，你们来帮忙啦！太好啦！首先，运输车卸下木头，接着到不二，不二把木头夹起来，掉头运走，放在河流中。挖掘机已经做好准备，跃跃欲试啦！过来把木头敲下去吧。很大。
五福正在睡觉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五福被呼救声惊醒，是哪里在求救？哦，是小七飘过来了！救命啊！赶紧抓住屋顶，小七现在被降落伞挂在空中动不了。五福，赶紧想想办法，看看有什么可以用到的。有气球。哦，想到了，可以利用气球做个上升器，这样五福就可以搭着上升器飘起来去救小七。哇吼，不饿夹着一捆木板过来啦，把这些木板做成木框，完成啦！五福可以去拿气球喽。上四个气球，绑在木框上。不二也来拿气球，绑好。上升器制作完成，五福做好准备，要去救援啦。坐上上升器。升起来喽，小七，别害怕，五福马上就来救你了。上升器慢慢靠近小七，五福把小七救过来啦。可是他们还飘在空中，五福，快想想办法，让我们降落。没问题。不用挖斗扎破气球，开始下降喽！安全着地，做得太棒了！五福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原来是在搅拌水泥。小七吊着木板，快要看不到路了。踩到砖头飞起来了，哦，小七落在了水泥池里。五福赶紧查看身上有没有沾到水泥。小七在很努力地想要爬出来，可是他越爬越深，最后还是爬不出来。不二过来帮忙啦，准备从前面拉起小七。五福也来啦，五福要从后面推起小七。用力，还是拉不出来，该怎么办呢？找一找有没有用得上的工具。哦，有啦，是锯子。五二，快过来，换上锯子，测试一下。哦，很锋利哦。把水泥切开，完成啦！轮到五福出马喽。五福来到小七旁边，用力把小七拉出来。五福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还是拉不出来，吊车过来帮忙喽！准备救援，升起吊臂，把小七吊出水泥池，成功啦！可是小七的轮子被水泥截住了，让五福来帮忙凿开。可是轮子也凿坏了，五福快想想办法，找找工具。哇哦，发现了一个新轮子，五福过来拿走轮子。
准备干活。把小七扶起来，五福拿着新轮子过来啦。先卸下坏掉的轮子，安装上新轮子，测试一下，没有问题。小车们做得太棒了！看，挖掘机五福正在路上行驶。车厢快装满了，再去勾些石头来。
住哦，巴士，不要松手。五福先把挖斗换成破碎锤，把石头锤碎。好啦，巴士，把五福降下去吧。车，你再倒后一点。好了，准备开始装油桶。OK。先勾最上面的这个吧。哎，哎呀！哎呀，幸好油桶没有爆炸，我得小心再小心一点。轻的，装好了，再勾一个。卡车可以拉走喽。卡车现在到哪儿了？哎呀，糟糕！卡车发生了事故了，我们得去救援。车，别害怕，你先待一会儿。啊，不好，这里着火了，我得先灭火。啊，没有效果。挖掘机，把油桶勾到水坑里。忘了，赶紧上来救卡车吧。卡车准备好，我拉你上来。哎，用力，再用力。卡车，你没事吧？这还剩个油桶，帮卡车装好，小心地勾起来。轻轻的，好了，可以拉走喽。这回要小心一点。你们看，是陨石。砸出了个大坑。哦，巴士不知道前面的情况，正在快速的靠近，快刹车，巴士！啊，
好刹住了，可是该怎么过去呢？啊，这边或许可以，巴士打算试一试。小心点哦！糟糕，巴士掉进坑里了！加油，巴士！哎呀，还是不行。挖掘机上去帮一下巴士。先伸出挖斗，勾住巴士。用力呀，挖掘机！哎呀，再试一次。巴士，你也要使劲。成功啦！这么大的坑，如何是好呢？太一，你可以去砍树来铺路。太一跳下车来砍树。就快砍断了。嘿，嘿呀！挖掘机，把树木推倒吧。成功放倒树木，还要过来把树枝修剪掉。看，卡车也过来了，赶紧把树干装上车厢。卡车可以拉走了。快把木头卸下来。挖掘机来压压结实。好了，上去试一下够不够坚固。巴士，你可以通过喽。今天此路段施工，禁止通行。挖掘机正在清理危险的石头。
生什么事了？是巴士掉进了坑里。别担心，我去找人来救你。挖掘机，赶紧上来！麻烦你把巴士拉上来吧。给累的气喘吁吁的，巴士要小心行驶，别开那么快了。这个路坑太危险了，需要填平它。嘿，看，这里有石头，就用石头来填土坑。勾起一块石头，先填到坑里，再勾起一块石头，哎，把它扔过去吧。一、二、三，你们看，土坑慢慢的被填满了，最后一块石头了。放在这里吧。哎，好像还有一些缝隙。挖掘机，再去勾些泥土来吧。哦耶，挖掘机你太棒了，赶紧把泥土填上去。这下土坑填满了，过去压结实一点。好了，施工完毕，小朋友们，我该回去喽，拜拜。卡车到达装货地，太一，把油桶装上车吧，小心地放到车厢上。好多乌云，感觉要下雨了。小动作快点，装好了，卡车你可以拉走喽。需要救援，糟糕，火势越来越大了。赶紧搬到河边扑灭。把整个油桶都按下去，终于扑灭了。你们看，卡车的车身脏脏的。
挖掘机，顺便帮它清洗。太一，下去帮忙吧。太一用海绵擦，擦呀擦，擦呀擦，好了。冲不掉泡沫，抽水机出场，接好水管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冲得干干净净的。下大雨了，河里发起了洪水。
Go！ 嘿呀！Goodbye. Bye bye. 你们看，装载车正在睡觉，梦中的他在玩过山车。原来这只是一个梦。可是装载车真的很想玩过山车。咦，挖掘机好像有办法哦。工程车队出发喽！就在这里见吧。再看一下图纸，挖掘机开始工作喽。先挖一个土坑。好了，看看挖的怎么样。哇，挖掘机做的太棒了！今天要开业了吗？
准备染色咯。不二拿着染色瓶过来啦，放进机器里。哇，水箱变成了红色。按下按钮，开始染色。让五福转个圈，这样才能染得更均匀。停止喷洒染色剂。哇，五福变成红色啦，好神奇啊！五福走喽。是小七，他想染成绿色的。小七进入染色店，准备好了，升起染色台。不二拿来了绿色的染色剂，放进机器里，水箱里的水慢慢变成了绿色。不二转身，按下染色按钮，开始喷洒染色剂喽。也要转个圈，染色完成啦，小七变成了绿色，出发喽。第三位顾客是六六，他要染成薄荷绿。六六进入染色店准备，不二放入薄荷绿的染色剂，水箱里的水变成了薄荷绿色，升起染色台。不二过来，按下染色按钮，开始喷洒染色剂喽。哇哦，染色完成了，六六变成了薄荷绿色。怎么这么开心呀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哇，原来是个泥潭。先试试泥潭有多深。准备好啦，起跳。哎呀，泥巴差点就溅到推土机脸上了。咦，挖掘机，你也太不小心啦。推土机来笑我，看我的！嗨，推土机当心哦！他们玩得好开心啊！挖掘机还要再玩一会儿。轮到推土机啦，准备！哇，推土机也蹦得好开心。巴士开车路过，咦，巴士也发现了泥潭。巴士来到了泥潭边，先试探一下。推土机离开泥潭，让巴士玩一会儿吧。太好了，预备，跳！巴士蹦得好开心哦。不好，巴士的轮子陷进去了，巴士正在用力的挣扎，挖掘机快来帮忙。推推巴士再使点劲，推土机也来帮忙，从后面推巴士。巴士加油，用力，怎么回事？推土机全身都是泥土，惹得他们哈哈大笑。他们这是准备去哪里呢？原来是要来洗车店洗车。挖掘机先洗吧。哇，好多泡泡哦！挖掘机洗好啦，洗得非
蔗鸡很满意。黑土鸡，就你身上泥巴最多了，快去洗吧。哇，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黑土鸡也洗干净喽。巴士巴士，到你洗啦，快给巴士洗干净吧。成功！五福来挖土坑了。
去呼叫救援。小红过来撞醒了熟睡中的巴士。龙卷风过来了，但是兔兔陷在了沙子里，它需要帮助。巴士和五福赶紧过来查看，他们看到了远处的龙卷风在移动，而兔兔在用力倒车却倒不出来。巴士、五福，快过去帮忙吧！救兵来啦！用挖斗勾住车厢，龙卷风正在靠近，情况很紧急。用力拉兔兔，五福加油！兔兔出来啦！龙卷风过来了，赶紧离开吧！他们在找可以躲避龙卷风的地方。哦，帐篷，可以躲到帐篷里去。不行不行，帐篷可挡不住龙卷风啊！糟糕，巴士情况危急，五福快过去救巴士。五福把巴士拉回来，兔兔在想哪里可以躲呢？哦，土坑里或许可以，快过来。兔兔跳到了土坑里，巴士和五福也下来。龙卷风从土坑旁经过，巴士好害怕。哇，龙卷风过去了，躲过一劫。运输车运送货物过来啦，把货物卸在地面上，一箱，两箱。可是叉车九九还在睡觉，快醒醒，九九！运输车，你按下喇叭叫醒他。九九，你醒啦，快去搬货物吧。九九过来搬起箱子。可是九九还没有睡醒，走路摇摇晃晃的。哦，不好，前边有钉子，九九撞到了钉子，还撞到了门框上，货物散了一地。挖掘机五福，快过来看看。九九，你怎么了？我被钉子砸破了轮胎。那我们快去维修店维修吧。九九出发，前往维修店。九九轮胎破了，行驶摇摇晃晃的，要小心点哦。哦，前边是红灯，九九，快停车啦！装这个小的吧，你们看。
老九的轮胎装好了，又可以出发喽！哦，装载车和喷洒车在争夺停车位，他俩谁也不让谁。装载车、喷洒车，别争了，要不你们靠比赛解决吧。哎，这个办法很不错，那就出发前往赛车场。到达赛车场，哇塞，好壮观的赛道啊！现在让挖掘机来当裁判，站上裁判台，装载车和喷洒车前往出发点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出发。哇，喷洒车飞了起来，落地，喷洒车急忙躲避泥坑，但还是没躲过去，陷在了最后一个泥坑里。喷洒车用力，加油，快从泥坑里出来吧。哇，装载车也飞起来了，还越过了第一个泥坑，接着它熟练地躲开了其他泥坑。喷洒车加油啊，出来啦，快追上去，他们俩很接近。不好，前边有栏杆，看装载车怎么应对。装载车轻松通过，到喷洒车啦，喷洒车紧急躲避。哦，可是还是撞上了栏杆，装载车最后冲刺了。哇，装载车赢得了比赛，太棒了。很遗憾，喷洒车输掉了比赛。来到了颁奖台，挖掘机要给装载车颁发奖杯。哇，装载车开心地举起了奖杯，喷洒车在旁边很失落。这时候装载车把奖杯伸了过来，他要和喷洒车分享奖杯。最后喷洒车和装载车一起停在了车棚里。今天天气很差，电闪雷鸣的。咦，马路上怎么有这么多石头，把整条路都堵住了，土土过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五福，快出发去救援。我们要把路面上的石头都清理掉。小红、小蓝，先来抬走一块大石头，扔在树根旁。五福要勾起这块大石头，可是它勾不动。把挖斗换成钻头吧。
试看能不能推动，也推不动。那把石头先敲碎，敲碎啦！把石头扔到树干旁，桥面上。
烟冒出来，好像着火了。Go！ 真的着火了，巴士还在里面睡觉呢。五福，快叫醒巴士！用轮子吧。轮子砸中巴士，他终于醒了。看到周围着火了，他很害怕。五福，快去取水灭火吧。五福来到水箱接水，接好了。回到基地，把挖斗里的水泼向大火，没有什么作用。五福再想想办法。别害怕，五福马上救你出去了。五福勾起水管，开始喷水。中间的火扑灭了，巴士快跳出来！巴士出来啦，太好了！五福继续喷水灭火。运输车来到河边，把木箱夹到河里，还有一个，耶，火灭掉了，运输车没